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队伍的演出，今天蔡梅秋蔡老师大概有事情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来这边，所以我想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戴红英戴班长，在我们班上演出以前，我要请我们的班长哈、跟大家做个问候好不好？班长请。好，那我们也往前了，大家好，好啊，我们是占星客家歌谣班哈。每个礼拜四的晚上7:30到9:30，在我们对面的例行图书馆9楼上课。啊，不会讲客家话的朋友呢，也非常欢迎来我们班上学习啊，大家交朋友。我们班上很多都是不会讲客家话的，但是唱起客家歌来非常非常的好听。今天我们要表演两首，第一首呢，客家话说“摸心啵啵表”，就是呢，哇，看到小姐呢，或者看到帅哥呢，大家的心情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快乐。第二首呢，明天是母亲节哦，我们第二首唱“妈妈，请你多保重”，用客语跟台语来唱。那会唱台语的，大家也跟着一起哼一哼啊、哦，因为今天虽然很热。可是呢，大家非常的热情，非常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班长哦，详细的讲他刚刚讲的“妹心啵啵”，妹妹妹妹、姑娘的心，就是、姑娘看到了心啵啵跳了哈、哦。对，我想真的要祝福大家，希望每一天怀抱这样的心情，就会很年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借大家的手来感谢一下，来欢迎一下彰新客家歌谣班，谢谢。摸心啵啵表就是说，两人相约黄昏后，小鹿乱撞，哎呦，我啵啵跳啦！摸心啵啵表，哦，第二首妈妈请你多保重，大家听拢知影吗？母亲节，妈妈请你多保重，来。不过就是我们天每一位
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能够身体健康，能够万事如意，大家都快乐。谢谢妈妈，请你也要多保重。基本上第一关课余我有一点出彩哈。所以我们张文里有一个居家访视志工队，
对礼上所有的长辈、独居老人以及弱势的家庭有做居家访视，无论是礼上疼惜我们的长辈，或者是我们里面朋友有耳闻的樟树公园每天在骂着我们，叔叔还有志工们，因为真的我们樟树公园是非常缺乏的区块，也就是槟榔、大小便、烟蒂以及垃圾充斥的樟树公园，但是所有的行政单位都没有办法将这样的窘境可以做处理，所以叔叔必须跟志工团队在樟树公园接受这样的谩骂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维护里面的环境跟居家安宁，所以我们一样对这样的长辈我们一样赐予尊重跟关怀。因为我在同一个年度一个礼拜没有了妈妈跟爸爸，所以在我的感觉张文丽说的长辈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，无论是疼我的、指正我的，或者是像这一群长辈无法配合的，我们还是疼惜他。也就是因为如此，我希望所有身边所有的好朋友跟爸爸妈妈的相处不要分代沟，不要分年代，都希望你们能珍惜这一份的感情。所以我有一份过分的要求，希望我们的班长再一次分享这一首《妈妈家里也保重》，因为妈妈家里保重，妈妈家里保重。